樣同埋有 number 啦。咁可能今日警方嘅取態咧係想改一改啊，因為始終周同學嘅事件咧，實令市民太過傷心同埋憤怒啦。咁今日嘅現場嘅警察咧，大部分都係見到樣同埋有 number 嘅。其實啱啱警車嚟到咧，攞出射佢啊！攞出射佢，屌你老母！你係輸液三號啊！屌你老母！食屎啊！仆街！仆街死啦你！殺人犯！大家可以為大家安全着想啊！為大家安全着想，想翻殺人啦嚇！殺人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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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他們剛剛這一部警車呢，是剛才就有那些警員是下了車，那就繼續叫市民呢上行人路啦。殺人犯，生仔被人懟冧啊，生女做雞啊，屌！但是剛剛市民叫咪的時候呢，是警員叫咪的時候呢，就反而問市民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啦，就說市民已經阻塞了這裡兩個小時啦，就說警察今天已經很忍讓，咁就俾市民反問佢係咪唔知道呢個而家香港發生緊咩事咧？係咪唔知道有人死咗咧？咁做陰質嘢啦！喺英文大玩三次，你做啲陰質嘢，為咗啲糧，為咗啲肉啫嘛，好撚正義啊！你屌你老母，教人哋做 example。做乜唔攞槍出去射人啊？你唔係好似攞槍出去射人嘅咩？掹槍啊！屌你老母！有良心就唔好做狗啦！扮好人喺度。而家德輔道中呢個位置係已經通翻車嘅啦，咁因為啱啱咧就有警察過嚟就驅趕翻市民咧上翻行人路啦。
走啦，走啦，走啦！唔好搞啲人啦、啊！好啊，我嗌交，我嗌交，唔嗌交得啦。而家十字路口呢個位置就點通翻車啦，因為啱啱有警察咧就嚟到呢度就驅趕翻市民上行嘅路啦。咁今日其實警方嘅可能是策略呢，或者是就比較不同啦，可能因為始終周同學的死呢令到市民是比較傷心和激動呢，今日我們見到的警察呢是比較多一些是白衫，即是一些高級一些的警員在現場啦，還有是沒有蒙面，有一些也都是可以看到他們的 number 啦。雖然有很多的剛才在十字路口集合的市民其實已經散去了，但其實還有幾十個的市民在這個德輔道中兩邊的馬路行人路停低，所以有人繼續是表達對警察的不滿，但是今天可能剛剛我們看到那邊有一些市民喊口號的時候，就有些警員是在那裡笑的。可能因為今天的策略呢，其實剛才是趕回市民上 行人路的時候就沒有出現一些市民被警察罵的場面，但剛剛其實在再早一點12點半即是打花園的時候呢，都是有一些警員咧係喺度指罵翻在場嘅市民，但係喺今次而家去到下晝三點幾呢一個趕翻市民上行人路嘅場面咧，咁好多警察咧相對嚟講咧就今日嘅策略似乎真係有一個真係克制嘅策略啦。同埋現場有啲市民講翻，覺得真係冇蒙面嘅警員咧，個態度係正常好多啦。
哋見到有一啲警員咧，都係唔知點解係聽到市民講嘢嘅時候係會喺度笑啦。
有啲。有警車咧就駛走咗，咁其實德輔道中就已經通翻車啦，佢哋亦都清翻曬，警方已經清翻曬啲雪糕筒路障啦。我哋去對。而家北大街德輔道中呢個位置其實都已經可以話係通翻車。咁啱啱警員係上翻車就駛走咗啦。咁現場係得翻傳媒同埋市民。咁頭先三點幾嘅時候咧，喺德輔道中，咁喺馬路對面呢個範圍咧，咁就有警車咧就嚟到就驅趕翻現場嘅市民咧上翻去人路啦。咁今日嘅警員嘅取態咧，似乎係有特別落個 order， 即係比較係相對上咧係比佢哋以往咧係比較克制啦，同埋係比較多白衫嘅冇蒙面嘅警員咧，咁就同市民。嗌市民上翻行人路啦，咁所用嘅措辞亦都系比较有礼貌咁样啦。但系咧，佢一落车嘅时候咧，咁有白衫嘅警官咁就问市民知唔知自己喺度做咩啦？咁就已经话佢哋已经塞咗喺度两个钟啦。咁就话警方系比较忍让嘅，咁就俾市民反驳翻警察先系即系知唔知香港发生咩事咧？知唔知道其实已经死咗人咧？咁最终咧？去到三點半左右咧，咁佢哋呢一班警察咧就上翻車啦，同埋因為已經開翻呢一條呢個十字路口，咁暫時咧啲市民都係停留翻喺行人路啦，咁就冇人再去設置一啲路障或者係行出馬路嘅。咁喺中環嘅環境，我哋交代到咁多啦。咁有咩最新消息，大家可以留意翻我哋嘅即時新聞、東新聞同埋果然台